顺早餐店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入围的十大包子店家。那到底谁是第一名还不知道哦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拍的是第十名。没有任何什么，都没有人知道，所以工作人员呢，把我们送过来，那个信封在哪里？哦，好，所以不用打开信封就对了，好，所以第十名是，美容客家菜华夏店。九名是老店西龙居传统早点店，西龙居招牌汤包。
传承奖。我们颁发的最佳传承奖是给老店新农区传。